对，如果有国外来的，哎，对呀，有时候真的有可能，因为那个上次那个大陆人，对呀，他说他回珠海要给我推销，我说你不要把我忙死，我已经忙得要死了。他给我大骂一顿，现在终于弄清楚了，知道真的这个很多那个，对，所以呢，哎呀我。一样，我你知道吗？